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年是大年初二，回娘家日。
新年期间吃了很多煎炸的食物，高热量的烧饼，今天来一碗糖水解热。这个是莲子桃胶糖水，润肺解渴。Later。
现了，把那个下来下来。来来来，用用。妈，小朋友，进来这边，进来孩子。稍微。我们是保护。来来来，这样子吧，冠军啊。